带出江湖人校服，我们请准备穿戴整齐。这会场前两侧在就站的位置。大家外面各界机关首长、各贵宾、各界社会等等，一边共两个民间会分时段。大家各党进会场，麻烦大家立即上座。现在咱马上要进行各界公审礼。大家外面各界机关首长、各贵宾，邀请咱各党进会场。大家伫吸一桶，继续上座。现在咱一个桶，一旦最中央，一旦最会上吸，现在向咱里边，嗯啊，嗯啊，向咱欢迎，现在向杨公等你，向伊就位。公等你开始，后伊一个思量，天地开疆，世处伊开年，万国二十数日。今日同时，李彪当年铁棍王夫人，身世功德的万书带个枪，走，挨个。我下面先来宾来大家共同排成一列。这里小娟请将什么前取下。在座各位各界机关首长、各位贵宾、各界社会现代，以及咱各位人间会时段，各位在方在座。今天是一个咱大家心中比较的无限欢笑的日子。大家过去，咱大家说最近来，咱最注重老婆的，特别李彪当年铁棍王夫人，因今年农历的正月十六日，下午八点三十分，伊来放下着世间所一切尊严，伊着自己所来修持的这份因果善作，希望咱当上主菩萨尊者接引众生来往生西方佛国，依附家中奉持诸佛良庙，准备好关心来。代表八卦爱心来啊，爱同弟兄代表无异，因此伊就反对代表咱商家要来向各位诚恳地拜谢词。首先，昨天唔做代表母亲，向咱今天专程过来为妈妈送钱来表心意，咱来向代表中感谢母亲的孝顺，请鞠躬。人生在世，如同草木一春，生老病死。这是咱每一个人来到这世间上，我都拼命的感谢。你比如当年闭关弄人，因今年农历的正月十六日，下午八点三十分来进天不食，在当老人在不食的当下，你负责去为做福将心中感受如同登山风吹，如同大海中失去了方向波涛。因全家人一时一刻，唔代表高气高强，痛惜自己的心情。心中哀伤悲痛，我相信不是咱在座各位会当共同来体会。在这段时间，感谢各位关心，阮祖国地来个人，铁棍老人人情上心低调，对咱有着关心慰问，为咱为作提供了各种地方事务协助。各位，并率领上堂的敬意，把咱全体为作了奉献母亲，心内最彷徨、最无助时刻，来得到真正大的帮忙甲安慰。在今天，咱老欢迎列晚天子，感谢咱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，或感谢咱各位亲友，感谢咱的破病，救出了贵重婴儿，回款归拿晚年及各种赈济品，加上咱老欢迎，集团体运作非常欢迎，运作这段时间，每一人个个心怀感谢在心，地方事务繁忙，民间防疫当中有所禁忌，会当来以前咱各位互相向各位登门叩声，为着只能借这机会，来向咱各位。这种得到保险之余，恳请各位
海涵敬良母亲孝敬再次鞠躬。同时在此，阿娘在遮要来再三恳请，拜托各位，咱的过去以往，恁大爱护，对咱老人同款一份良情分谊，对咱全体为作继续喊恳请，继续喊参加，不然为作在一道会当来积极，比积极更加进步，也当来期待比赛更加发展。为了今天全体为作一定化悲痛为力量，秉持着保持在社会分交代，一道更加认真努力向前。然后，社会来感谢国民的爱心、善行，在因不感恩下，在退不走，也在再次以人最心内最感恩的心，并怀心内一份最感激之意，再次深深来向咱各位鞠躬感谢。同时，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、幸福如意，祝福各位事业成功、家庭幸福美满，大家大赚钱。我们全体孝眷再次敬向你来宾亲友，我们行感恩最敬礼。请鞠躬，感谢各位，感谢我们孝眷请护卫，相貌拿在手中。现在我们邀请各界与会长官贵宾致灵前向我们老夫人行宫殿礼。首先，敬要宫殿单位云林县斗六市公所宫殿，有请我们市长林尚爵先生担任主殿，主殿者请就位。我们请斗六市我们清洁队我们同仁代表请陪殿，陪殿者请就位。上香献光敬国，云林县斗六市公所市长林圣爵先生带领斗六市清洁队同仁一同敬献。李母陈老夫人行哀祭礼，请鞠躬礼成孝的大礼。感谢我们林市长，感谢市长关心，感谢我们市长，感谢市长慰问，让我们孝眷每个人内心倍感无限的温暖。感谢您，敬邀宫殿单位。安祭礼，请鞠躬礼成孝的大礼。女眷请回礼，感谢我们皇副主席亲临宫殿，感谢您。敬邀宫殿单位立法院荣誉顾问许思国、县议员赖时蕊联合入住宫殿，我们请县议员赖时蕊女士担任主殿，我们服务处主任何喜先生担任陪殿。主殿者就位，陪殿者请就位。上敬向李母陈老夫人行哀祭礼，请鞠躬礼成孝的大礼。女眷请回礼，感谢我们赖议员，感谢你，感谢我们县议员赖淑蕊女士亲临宫殿。敬邀宫殿单位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宫殿，请大队长郭世杰先生担任主殿。主殿者请就位，陪殿者请就位。上香
金谷。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大队长郭旭杰先生带领同仁代表吴建将，临摹陈老夫人携哀祭礼请鞠躬，礼成笑着答礼，感谢郭大队长，感谢您，谢谢，感谢您。邀请供电单位云林县政府县长张立范服务团队供电，请秘书何川君先生请担任主电，主电者请就位，陪电者请就位上香。徐百芳联合火速供电，我们市民代表徐百芳女士敬上，我们林母尊老人行安祭礼请鞠躬，礼成孝的打礼，有券请回礼，感谢我们徐代表，感谢你。金庸供电单位云林县议会县议员钟明新火速供电，请助理刘恒俊先生担任主电，主电者请就位，陪电者请就位上香。请主任林清海先生请担任主电，主电者请就位，陪电者请就位上香。
幸福。云林县立会县议员王佑明、辅助主任林清海先生敬向李母张老夫人、陈老夫人行哀敬礼，请鞠躬。李总笑着答礼，感谢。我们县员王佑明护书，我们林清海主任，感谢您，谢谢。敬邀奉献单位云林县议会县议员李建志护书奉献，请秘书王炳龙先生担任主殿，主殿者请就位，陪殿者请就位上香。行哀祭礼，请鞠躬。李成笑着答礼，感谢我们王炳龙秘书代表李建志员亲临宫殿，感谢您。敬邀宫殿单位斗六市民代表会，市民代表蔡梦月先生临前宫殿主殿者，请就位，陪殿者请就位上香。献花，献佛。斗六市民代表会，市民代表蔡梦月先生敬向李母陈老夫人行哀祭礼，请鞠躬。石峰伟先生临前宫殿主殿者，请就位，临前上香。请宫殿单位斗六市民代表会市民代表林义豪先生临前宫殿主殿者，请就位，陪殿者请就位上香。先逝的这段期间，特别感谢我们斗六市林通里办公处张里长，那么在这段期间为我们校眷提供各种智商服务的协助，为我们校眷来四处奔波，现在邀请我们斗六市林通里办公处宫殿里长张雅竹女士担任主殿，主殿者请就位上香。谢光这就是林通里办公处里长张雅竹女士，就向林母陈老夫人行哀祭礼，请鞠躬。李成笑在哪里？感谢我们林通里张里长，感谢这段期间，感谢你的协助帮忙，感谢你。那么最后邀请来受福来宾各位亲友，咱现在共同咱来看保留情，咱来一点点祝一些。
啊，即个各位在温暖乡亲，咱抱着心爱温天心作为心，咱来跟咱老人来念经，那么希望给咱啊，礼物为作靠款的肯定，那么就给咱老人身体健康，来为着咱自尊生命的公司，来为我们老人来做全程往生的一个化，就在我们自尊生命的公司以前宫殿陈红军理事请担任主殿，我们请自尊同仁从担任主殿，主殿的请就位于。陪念者请就位，与念者请就位上香，献花。敬国，自尊生命理公司理事陈红军先生率领自尊同仁一同敬向李母陈老人，行感恩最敬礼，献礼功，礼成孝的大礼。感谢我们自尊生命公司，感谢我们陈红军医师带领自尊同仁这段期间的辛苦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来，最后大家要请的人，请应本人不出席，一起能够担下啊，不用等到成新的时候，一起能够担下啊，第二点八，安全在大家面前，咱来一点点用心，就我们温暖乡亲，或者是来做天心做心，安当来看看，一点在头前，把良心上点，咱们来各老区，咱来搞搞电影单，林胜觉林市长，感谢我们市民代表石峰伟先生，感谢你，感谢我们市民代表会，我们副主席黄友美女士。感谢我们盛源苏雨山副团队给我们啊张秘书，感谢两位，感谢你。感谢我们立法院农顾问许淑博以及我们盛源戴淑蕊女士，感谢我们市民代表林义豪先生，感谢两位的关心，谢谢。感谢我们啊何主任，啊感谢马何主任，还笑在哪里？感谢我们信访当地上团队的我们何秘书，感谢你，感谢我们何乐士管清洁队的我们何同仁，感谢你们关心，感谢你们放下手边繁忙工作。要等今年致电，感谢你，感谢马国秘书，好，感谢你，感谢我们台湾市民代表蔡孟月先生，也感谢我们林口里我们张雅竹张理事长，这期间感谢你们的帮忙，感谢你们。感谢我们德乐社清洁队，我们所有的人，感谢你们的关心，谢谢，感谢您。
辛苦，那么能够来成就，能够来圆满妈妈人生的最后这场毕业典礼，我相信你们这份孝心，妈妈她在天主里哪里都感受到你们祝福。往后妈妈不再孤单如此，也希望我们所有孝眷来更加坚强，更加团结，好照顾自己，让妈妈能够安心的走上人生大道。好，短时间大家辛苦，大家节哀保重，好，节哀保重。好，明生，好，明生，稍事休息五分钟。我们先休息五分钟，来，来，介绍一下大团，大团迎接大圆满圆变调棒。
好，我们现在校院再次将校鼓这么欢快的起，进入会场，请准备两次，我们请准备再就位。我们现在要礼请法师，来我们母亲大会，我们母亲大人来诵经回向。来受人家号大观察的，有人对你号多号多，来过来请你正解。这个会议，咱请你先跟他们请再起立。对，是我们。